各位，我敬爱的乌云部队，咱这成员，大家阿曼，大家好。好。哦，真好哦，吼，食饱拢较有元气啊，吼。真无简单吼，大家伫遮寒，啊，佮落的时间，安尼踊跃来参加这个乌云的训练吼。恁将来拢是咱台湾足重要的人才，吼。那么，毋忘大家。认真把咱的基本的思想，吼，就是咱台湾人的思想，吼，莫许中国人较早甲咱教遐笨字，吼，咱拢会甲清学出去，吼。今仔咱来遮，就是要甲咱台湾的人的基本精神搁找倒来。会记阮爸爸迄阵咧讲日本人，因拢作怀念。那么咱即马来甲检讨讲，日本人来台湾来甲咱。地理吼、哦，来咱通知的是，伊甲咱教足侪好个物件。啊，咱来看即摆国民党个政府来比较，我足爱提一个用火车会准袂准即个来比个。日本人一来，伊咧讲火车是万分，用分钟算。中国人来拢讲误点，一点钟用这种算点钟个啦，误点啦。安尼差着六十倍啊嘛吼。分钟甲点吼，啊有个人即马讲无呢，人阮即马火车拢计准啊呢，拢原来算分钟个。但是你看，五当前咱个高铁日本人来甲咱去个，有准无？即马算，叫做万秒啦。话咱这是较早讲万分，即马高铁拢算秒个吼，买讲万分个较少。所以咱都并未讲拢要用管啊！我即摆问一个问题：全世界跟咱较有关的两个、三个国家啦，美国、日本、中国，请问你要互？那并未要人管，你要互这三个国家对一个管？美国的亚洲，我咧袂少吼。日本的亚洲，哦，一半吼、哦。啊，中国的。感恩啊！恁这头壳拢清楚的吼。中国拢讲哦，地大物博，全骗人的。因五千年来吼，甲因的环境啦吼，甲因的物产啦，开得不了啊吼。所以即马拢，那迄个即马全世界，那伊那咧抢油，哦油就大起价；那咧抢矿砂，那铁矿，铁也就大起价。那迄个看到拢，迄物件拢起啦。啊，本来世界的物价拢作平稳的，啊，又操纵咧搞的吼，拢即马拢密密麻麻吼。啊，真感谢大家拢知影讲，咱台湾人吼，目前咱这个土地是日属美占吼，啊，这大家头拢知影吼。啊，那么迄、那个小蔡，好啦，我准备要步入正题啦吼。咱即马来检讨讲，台湾有。多问题，啊，这拢咱都知影啦吼。以前我上过，捌上过。好，即马来探讨台湾很多猪问题。台湾人养了很多猪，我所以一般猪养200天就可以宰来吃。但是咱饲67吨啊，这只大猪袂杀的，哦啊，足多问题，咱都要来检讨哈。上台前来讲，咱台湾第一次要上国际台面，跟美国签了一个那个国际条约，就是从的南台湾族，屏东的。如还会分北台湾跟南台湾哈，这个事情发生在1867年哈，美籍的商船罗发号哦于台东外海遇到船难哈，这些船员上岸后被南台湾族人杀害，美国向大清帝国抗议，清政府说他不是用访寮，而是用现在的地名哈，访寮以南不在版图，他们认为那是生番之地来血者。
大家可以看到，那时候大清帝国统治台湾，没有完全把整个台湾统一在他大清帝国的版图里面。好 OK， 所以美国就派这个领事李礼让跟南台湾十八社的头目卓济独来签约。这个条约就是等于是美国跟我们南台湾族来签了一个国际条约，里面的基本的所说的是南台湾地区不是清国的领地。这个就是这个盟约叫做南夹之盟，这是美国跟南台湾原住民所签订的国际条约，台湾从这个时候要上国际舞台。好，这点要怎么先了解？好，都在清朝还没把全台湾统一的时候，我们的部族就已经跟美国签一个国际条约。好 OK， 那么我们来看美国跟台湾有关的条约跟法律有哪一些。就是最主要是旧金山合约，这是国际条约，还有一个美国国内法、台湾关系法，这两个是关系 最密切的。那么旧金山合约规范了我们台湾未来要何去何从，基本架构已经好了，其实它就是要让我们走往自治的这一条路。但是因为大日本天皇他还有剩余主权，所以日本的态度我们也要尊重。好，那么我们 这个月二十号要去日本，我们要去拜靖国神社。好，对，我们那些台湾的英灵有三万一千九百人。好 OK， 那么台湾关系法这两个位阶差很多。好，这个是国际条约，有四十八个国家签署然后送回他们的国会有通过的。好，那么台湾关系法只是美国的一个国内法，这个位阶比这个国际法就差很多。那么台湾关系法保卫了台湾岛上的所有的住民，包括从中国逃难来的难民。1949年他们败在共产党手下逃到台湾的那些难民，而且他们是 有武装的难民，所以台湾人就是因为没有武装，所以我们被压得死死的。那么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可以去告美国，因为他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他有义务要维护我们每一个台湾人的人权。所以我们秘书长在2006年10月24号用人权这个角度去控告美国，所以美国才会这个他们的地方法院才会收件。那么为什么美国要将台湾的地位这个问题巧妙的模糊化？我们觉得很奇怪，美国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他口口声声都关心全人类人权，可是为什么对台湾他要用台湾地位这个问题来巧妙来模糊化？其实都是为了他美国自身的利益。我们来给他检讨看一下。美国所有对外所做的事情，他第一个考虑就是说要对他美国有利益的他才会去做。第二个，他不跟中国因为台湾的问题来正面冲突，他经常就是说他为了要跟中共在某些国际议题合作的时候，他就会把台湾后阿强啊看得对啊，表示讲伊往那听阿强啊那意思。所以经常如果美国又跟中共有贸易上的那个对立的时候，他就会宣布说我要卖什么武器或者卖直升机要卖给这个中华民国台湾。现在目前很多我们跟美国买的武器都是台湾人纳税的所交的钱去买的，所以这个在国际法来讲
我们是被占领的，我们台湾的国防应该是美国要他的国防部要来负责，我们根本都不要买武器。好，而且他把我们台湾当棋子，就是说平常没事就没事，如果为了要跟要讨好中共的时候，他就会修理台湾给中国看，所以我们是变成美国的一个棋子。那我们现在要用什么方式来将美国一军，就是我们秘书长去告美国，告的美国没办法，他的国务院或者国防部就要跟我们来配合，所以就让我们成立台湾民政府在美国挂牌，还有安排成立的酒会，然后后来就是一步一步指导我们如何来配合美国军国防部底下的美国军政府来走我们目前现在在走的这条路。还有那目前还是在美国还在等我们台湾人要觉醒超过 75%、啊、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不是 51%？ 这个问题就是出在说我们很多台湾人很容易被收买，用金钱用权力用地位来笼络，国民党就用这种方式，所以很奇怪为什么占85%的台湾人每次在总统选举经常会输掉。我除非他是就是他们分裂，像2000年那个连战跟宋楚瑜分裂，那我们才那个陈水扁才会当选嘛。OK， 所以一定要更多的人让他给赢一些来准备给买的，给买票的。1895年，日本使政台湾，为什么会受到原住民强烈的抵抗？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听秘书长讲过了，就是台湾的中央山脉以东，通通是原住民的领域啊，传统的领域。那是日本来了台湾以后，才把整个台湾统一起来，征服以后把它统一哈，在。日本的那个用大日本天皇明治宪法实施在台湾，建构了台湾完整的主权。好，那我们经常会被人家问说讲我们是诈骗集团。好，那你想想看，我们先问他，你有没有读过零和论述的任何一本书？很多人他都是道听途说，别人怎么说他就 copy 过来就这样说，其实他对我们民政府或者我们秘书长联合论述都一窍不通。今天台湾人不要独立思考，不要用逻辑分析对与错，经常是像在那个牙对白啊，但你在拜的是什么神你敢问？他不知道。我现在很多庙宇你问他说你在里面在拜什么神，如果没有我们爸叫我们拜，我就给他 对拜、哦、这就是台湾人被国民党长期用填充式的教育，都是填充题或者是非题，都是标准答案，他都把答案已经写好了，你就把它背好了，你就可以考高分，都用这样、哦、他们都没看过认为本册，就好像没有看过我们林志升他的表妹林志玲、哦啊、就是说林志玲很丑、哦啊、这不是很好笑吗、哦啊、他如果没有读过任何一本书，对我们台湾民政府一无所知，那我们要如何跟这些无知的人去沟通或者解释呢？或者跟他辩论、哦、这个他啥都乱说、啊哦 okay 那我们很多台湾人身份啊，角色哈，都是错乱的。好，为什么？经常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哈。而且他错认中华民国就是我国，就是祖国，这个很多都是这样的哈。像美国的政策是一中政策，但是很多台湾人很生气，
啊，我们中华民国呢，对不对？他们认为说应该有两个中国，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是中华民国。啊，美国说一中政策，还有三个公报，台湾人就很生气。啊，我们中华民国呢？他认为中华民国才是我们的国家，哦，这个是大错特错了哈。啊，你看陈云林他来台湾的时候，他反而帮我们很多台湾人反而帮忙保护高举中华民国那个千年百旗啊。陈云林来的时候，很多民进党独派人士拿旗子，因为国民党都把旗子收起来嘛，所以反而是民进党把中华民国那个车轮牌的旗子拿出来，那很奇怪啊。而且那个警察在折旗子，哎，台湾人反而去要去保护那个旗子，我们应该说他们在收旗子，我们帮忙收；他们在折旗子，我们也帮忙折，把它丢到垃圾桶，对不对？我们反而说去保护那个旗子，你看他搞有派去不？好，我留问，这个他们在折旗子嘛，没收旗子，啊，反而让中共的旗子高挂起来。好，你看，所以我常讲说，国民党是共产党化，那民进党是国民党化，啊，台联党去补位补民进党这个位置。现在大部分的论述都是那个台联党在主张，反正民进党没有主张了，啊，对不对？李登辉前总统他说过，中华民国在台湾这句话还算对哦，你可以从这个语义里面看出来，哦，中华民国是从好像从别的地方来到台湾，这还对的哈，哦。可是来到这里，阿扁说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哇，糟践啊！哦，错做这一哈。啊，谢长廷说，我又判不对了，宪法一中。他这个中是以后要航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谢长廷他是因为他经常哦起起落落，他选台北市议员最高票当选，然后第二次要连任，大家想说啊，他保证当选的一定对的啦，哎，表面不容易，都投给别人，他是最高票落选，哎，啊，后来选立法委员哦又最高票当选，连任的时候大家说啊，又蹲掉。又把票分给别人，哇，他又最高票落选，哦，啊，跟阿扁要争那个台北市市长选举，好，哦，要初选嘛，啊，因为他输了阿扁，所以阿扁才去选台北市市长，哦，所以他起起落落很大，哈，哦 okay。那蔡英文又说，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哇，哦啊，这个穷假烂啊，所以。莫怪美国作秀气的哈，我们才是台湾政府了哈，不是中华民国哈，我们 TG 将来才是真正的正港的哈。讲到这正港，我就听到郭牧师在讲哈，阿伯阿浪港，啊正港就是讲台南府城，他那时候那个，荷兰人在那边有设那个海关，要抽税。如果进口的东西要抽税，那很多人 就在高雄那个打狗港从那边走私进来，那个叫富港富港，台南安平这个才是架港，真正的港口进口的，那高雄那个打狗港它是走私的，所以人都说，啊，你这是架港的还是假的，走私的大部分就是说没纳税金的架港，会说正港好的东西就是这样来，从安平港进来它是正港的，美国的一中政策，台湾人竟生气的说，那我们中华民国呢，你看他还有派去了，对吧，他认识做老爸，中华民国来台湾吞大67年了，他竟然现在是拥抱中华民国，那个严重的汉语化的台语哈，要消灭一个国家，要先消灭他的语言，还有他的文化。
现在三十几岁以下的人年轻人台语都说不灵顿，这个 台语就包括客家还有各高沙族的这个语言都已经讲的没练凳，甚至不会说也不会听，很多都是听不懂。尤其越年轻这个现象 越严重，因为你看我们台湾电视的卡通没有台语的，对不对？所以小朋友从小就一直听看都是北京话的好啊，所以耳濡目染，而且他去到幼稚园也是北京话，到国小都是北京话，所看的电视又有节目通通是北京话，所以都现在越少年越不可能说台语了哈。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台语文化的危机哈。好，而且你看像这种很多人不要说这句呢，有的都说好这赞美呢，其实台语要说俄乐啊，要直接用英语说赞美啊，哦，吃起来甜甜，伊讲脆脆啊，甜甜切切，甲你讲甜甜脆脆啊，哦，啊清凉，伊讲该热啦，爱清凉该热，哦，这个破音字，有诶听有啦，啊，但是你叫伊讲，伊真正讲袂出，伊甲你讲清凉该热，好，该热。这个还是在广播电台广告的时候一直在讲哦，到现在都没改，我快听半年有了。好，啊，台语的变音足水哦。你看香港的香很香，啊，用台语讲是香港的香真香，哦，这三个音不同哦。但是如果我去香港买香香能量。北京话要怎讲？我去香港买香香能量，来你个读，香凉凉，香香凉，我烧烧嫩嫩，好，OK， 好，所以这个台语的转调不一样，好，好，你警察较大尾哈。警察就比较少了，哦，那音不一样就不意思不一样了，哦，擦跟擦啦又不一样，擦比较大只，擦啦比较小只，哦，像拖裤我们说车就两年而已，哦，OK， 台语很趣味啦，像我门开一束了，开又更大，开就拢开啊！哦，台语足趣味的吼，哦，哦，像你呢，女孩子开穿红的，红，哦，红，吼，哦，红到金花怒放安尼吼 ，OK， 好大红，好。啊，你来看，美国军机经常来去自如，好，哦，来台湾啦吼，哦，莫拉克风灾。C-13 栋运输机，琉球 Okinawa 运送台湾地区的灾区，就是要做一些帐篷啦哈，因为有些帐篷它可能会有漏雨的关系，所以它要用一些特殊防水布来，好，来防雨。OK， 那很多美国了哈，他要去解救。各地的那个灾难，不管是那个台风或者地震，美国有一个叫做美国救难总署，都是他在统筹运作。可是很奇怪，台湾竟然是美国的国防部在统筹运作救灾的事情，包括他还派一些那个军舰，上面可以停那个直升机的，他调怪手来台湾。对，美国在2011年的10月29日，美国的空中加油机 KC-135 它降落在松山空军基地。那时候他是说，架大只，讲
讲要载一个 AIT 的官员的小孩子，他送去日本医治。可是我们台湾目前的医疗水平跟日本差不多，小孩子他那个毛病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么大一只？就不可能嘛，凶悍嘛哈，这么大只要载一个囡仔。其实这个空中加油机它是来测试松山基地的一些参数，它故意降落的时候顺风降落，顺风降落是很危险的，尤其它这个载重这么重，你顺风你的刹车要拉得很长，好 OK。 而且它起降的时候它也是顺风起降，一般降那个要起飞了是要逆风它才容易飘上来，可是它也是利用顺风起飞，它也是在拉参数，就是说松山机场的跑道我这么大的重吨位还有风切风顺风的时候我可以多少的距离可以刹得住，然后我起飞的时候我是多少的 多短的 跑道我就可以起飞起来，它是在抓这个参数，就是真正台湾有状况的时候美军要用大的运输机运输一些重装备进来的时候，这个地方这些参数就用得到了。好好，今年的5月20号下午美国代表团乘军机来祝贺台湾治理当局局长的就职典礼，马英九的就职典礼了。因为马英九他只是台湾治理当局的局长，所以这个局长的就职典礼，可是很奇怪哦，那个局长就职典礼是早上那个10点哦，可是他是下午才来的，哦，你看奇不怪？奇怪不奇怪？其实美国把马英九看作细汉的，无靠人工来祝贺，是人家已经典礼结束了，他下午才来，好，哦，这是他搭乘这个空军的专机，行政专机。好，那么我们陈水扁总统他任美国台湾治理当局局长他做了8年，他经常接获美方的指示行事，他实际上是美国在台湾的代理人，他是一个执行官而已。你看2006年6月26日美国 AIT 前处长杨树立曾在总统府训示阿扁3点，他就 拿出那个美国来的那个文件，他说跟阿扁说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人不可以公投，台湾地位未定，这个要先跟那个陈水扁总统讲清楚，你不要讲错话或者踏到美国的红线。可是阿扁还是蛮就是不听话的，所以才会被布希说他是麻烦制造者 Trouble maker。 那我们这个应该大家都了解嘛。那至于说台湾人不可以公投，那是因为台湾这块土地还是日属美占嘛，啊，你这个结你没有去把它打开去处理掉，你不可以就直接公投。就好比说如果你家的房子我如果要去你那边住，至少我要跟你谈嘛，看是跟你租或者直接跟你买下来嘛，这些程序都要做才可以哈。啊，他只要用公投了，啊，就招一些兄弟来领导说来我来投票投投的，这间你这间就变我家的，敢不敢呢？所以那个梁树立他就拿这个训示这三点来警告阿扁，可是阿扁他还是要办公投，就是那防疫性公投嘛。好，那个台湾地位定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好，那1952年中日台北合约有把台澎交给谁吗？很多人尤其国民党的支持者他最喜欢拿台北合约说签了台北合约就是已经把台湾过户给中华民国了，其实内文都没有，因为
中华民国在1949年已经亡国了嘛，啊，要如何交接，怎么点交，啊，而且那个台北合约他前面所写前言他就写说日本业已在旧金山合约已经放弃台澎了，所以在1951年的4月28号不是，9月8号签署那个文件的时候他已经放弃了，放弃了就等于没有了嘛，那已经没有的东西我来到台北合约的时候我就不可能再放弃一次了，因为你已经没有那个东西了，啊，他已经把台澎在1951年的9月8号放弃了，所以来到1952年的4月28号在台北签台北合约的时候日本就已经没有权利再放弃一次了，好，啊，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啊，都讲过好几次了，啊，好，全世界最豪华的难民营在台北跟高雄这两个都市，你注意看以前两伊战争啦，啊哦，就是中东那些很多难民他逃到隔壁国家去要求庇护的时候都是美国都是联合国派维和部队或者是派联合国的，那个，那些救难署的人为他们搭设帐篷，一般都是帐篷而已，可是我们来看这是大安森林公园旁边的这个豪华的难民营，好，就在那个建国南北路的高架那个，好，这是在左营，高雄左营国贸社区，好，你看有万坪的稻草原，好，最早他们难民营刚撤退来台湾的时候以前盖的是小平房黑屋顶，哦，乌鸦厝的，哈，啊，那个住了大概30几年以后他们说太老旧 太小了，中华民国政府又花我们台湾人纳税去编预算又重新帮他们盖这么大的大楼，哦啊，他们都说，哦，他们功在国家，他们都是替台湾人捍卫台湾，哦，站卫兵，那我就想说，哦，你站卫兵盖伟大，啊，我爸爸在布丢啊，啊，就要搞政府去抽那个丢啊水，哦，好，那如果说我们父母亲都不去种稻子，啊，你这些军人没有米吃，我看你卫兵能够站三天吗？三天你就能卡，你哪能吃稀饭你就能卡，哦，可是政府也都没有替我父亲这一辈盖过一间房子，都没有，连补助都没有，啊，可是他们这些难民哇，太住的真的太豪华了，哦，所以我们比难民还不如，好，啊，这个应该以前很多人都讲过了，因为我这个原来设计这个是也要有一部分是要对那个外面的人士演讲用的，啊，这个我们大概都知道了，啊，OK，这个辽南条约是有一个重点，就是说辽南是大清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那既然不能割让出来那就签订辽南返还条约，但是你不割地就要赔款，所以大清帝国就把库平银3000万两就交给日本政府。那我们来看Chinese Taipei 的全文的意涵，哦，Chinese Taipei is only exiled government in Taipei not a state， 这个整个翻译起来就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在台北不是一个国家，哦 okay，所以我们不要被他们翻中国人很会玩文字游戏 Chinese Taipei 说中华台北或者是中国台北，啊，这是错的，啊，我们要了解它整个全文的意思，中国人很会玩文字游戏，就好比说，啊，如果
踢足球，中国打败日本，谁赢？中国赢哈。中国打胜日本，还是中国赢？听到不？中国打败日本，你看打败，打败也是中国赢嘛。中国打胜日本，不管你胜还是败，这两个字都是中国赢。这样听到不？他们很会玩这个文字游戏，像我小时候，我们那个学校那个墙壁都会写“反攻大陆”嘛，统一中国。那时候蒋介石他们的文宣部也发明了一个口号，说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就成功。哦，很顺嘞，好、哦而且那时候1949年，他们快要倒之前哈。在中国跟国民党、跟共产党打的时候，他们的报纸很会玩这个游戏。他倒败哦，打败哦，糟糕，李阔咖哦。可是他报纸报起来，你看起来好像是国民党打胜仗。他怎么写呢？我军转进，他撤退，他说他转个方向前进。我军转进，神速哦，速度很快哦，一日千里哦，你听起来很厉害嘛。我军转进神速，哦，糟糕，李阔咖，一日千里哦，共军追赶不及。因为玩这个文字游戏哈，好，再讲一次，我军转进神速，一日千里，共军追赶不及，安尼有厉害不？看起来敢那赢安尼吼，这个就是文字游戏哈，你看。这个车轮比基甲当作台湾基咧，伫咧伦敦奥运吼，敦奥，我来抢，来抢，推今天推下面的吼，看到今天有推下面的对，有啊，哦，咱个电音三太子嘛去遐发威呢，往那发旗啊，这是台湾人，电音三太子是咱伫高雄发展起来吼，伫咧高雄迄个四大运吼，开始。流行起来，我滴妈！台湾人的文化本来足好，结果佫要掺位遮落吼，一个海洋吼，佫曝光去啊！这敢是咱的国旗？这唔是嘛？哈、哦、，OK， 这都原来我拢捌讲过啦哈。好，你来讲这四万外一块。以前有人都卖一块地了吼，讲要咧起厝，我向我个行政命令讲，40000元换1元，我伊遐钱换换，我剩下当起一支条啊。啊，所以迄人买啊，无都对某囝交代准自杀哈。啊，恁等即马来个算讲，63年前伊敢那40000元啊，每7年啊换一倍，安尼来算看卖哈，好来。63年除7年是9倍嘛？哈，好，一翻变8、16、32、64，哎，迄阵的新台币1元，新台币1元换40000嘛？你安那个算啊？起码1元是爱2000多万呢。好，七年本利安尼加来加吼。你安尼真正，咱较早许多人，迄阵40000元一块，真正损失惨重哈。OK， 好，我们来看那个1990年的飞弹危机的意涵哈。哦，这个我也讲过了哈。好，那就跳过去了。我在他边上呢。这个因为那个软体转换的问题哈。其实这个原来的图画是，就是说，你不管国民党或者民进党，或者是台联党，都在中华民国的体制里面，中华民国流亡体制内的政党，只有我们台湾民政府，它是不在这个中华民国体制以内，哈，我们自己在运作，啊。好，
就从这样这个就看得比较清楚。中华民国的体制就像如来佛的手掌心，他把这些政党掌握在他的手掌心上，你逃不出他的手掌心，你在他的体制里面怎么运作都跳不出去。那只有我们台湾民政府他是在外面的，我们走我们自己正确的道路，不受他们的管制。这个我也讲过了，我再说一下好了，可能有的没听过了，就是有三个精神病患，他是关在那个精神病院，他每三个月医师要叫他们来重新审检查，审核一下，如果比较正常了就可以放他出去，所以他进到这个房间，那个医师就在这个白色的墙壁上他画了一道门，然后画了一个喇叭锁，他说你们都好的话就可以从这个门出去了，就不用关在这里面了。两个人马上跑起来就去开那个用画的那个门，两个在那边抢那个门把，另外一个都不动，那医生就心里就暗自高兴，说这个比较正常，就问他说你怎么 不出去啊？结果那个第三个他说他们两个神经病啊，钥匙在我这里，没有来跟我拿钥匙怎么开出去啊这样谁比较严重？对啊，所以你看他三个病患都不认为自己有病，前面两个冲去开门是比较没有台湾意识，无党无派，他都没有想哪一边绿的才对还是蓝的对，他都不想就冲出去了。第三个是独派人士的，他们自认为握有独立台湾独立建国的钥匙，我说我们最大党的，你不算我，没要算这样，台独就在台湾咱对已经67年了，已经走去弄白了，现在不是弄白，跟弄一空，已经说要走一中归乡一中去了所以这医生是咱 TCG 的成员，咱台湾民政府人，以拥有正确的国际法理能眼观察医治生病的台湾人，我们现在就是说要把我们正确的台湾的观念要广为宣传可是因为台湾人67年的垃圾装太多了67年如果说一个垃圾山有多大我们台湾民政府才是在这大概6年，从告美国到现在才6年多一点所以还是还有很多很大那个广告的空间要靠大家大力去宣传。好，那你看你两位前总统都是所谓的本土台湾人，李登辉跟陈水扁，原本情同父子，为何反目成仇？这个有很多内幕了我讲比较浅一点的哈。李登辉当了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13年，他知道国民党的政治操作的内幕有什么美感，李登辉他比较清楚。可是对他对陈水扁前总统常指东画西，导致阿扁反弹。阿扁想说，我已经也是贵为总统了，还让你那样指东指西的。其实李登辉他是学过日本剑道的那种武士道的精神，李登辉有办法把国民党两个大头目，一个党头就是李焕，一个军头就是郝柏村，能够把他和平的抓下来，这已经很厉害了。因为那时候郝柏村掌握整个军权，他有郝家军，他自己提拔的人马，以前蒋经国要换这个郝柏村的时候，因为一般总统都是陆海空三军在轮嘛，
轮到他要给他调职务哈，蒋经国要给他调职，他马上发动三军演习备战，蒋经国惊到，我们刚刚搞完。好，你看他那时候郝家军的那个势力很大，可是李登辉就是有办法，用台语歌就能舍看牛，好，他用那个牛绳把它绑起来，牛很有力气嘛，可是用一条软软的绳子就把它可以把它绑住，好，就是爱用能力，用巧实力，我们不要没有不动头脑啊，硬碰硬哈，那反而会死伤惨重。李登辉他就先把郝伯尊说：“哦，我给你升那个行政院院长。哦”我天啊，我、哦、掌管是首相哎，那已经比那个参谋总还大。他没有想到说，他被调成文职以后，他就没有兵权。好，那个，李焕也是哈，也是就被他这样斗下来，很和平这样把两个党，一个党一个军的头哈，统统把他。所以阿扁他比较没有经验，所以无经验啊，佮无要听有经验的人讲，所以阿扁现在蛮惨的哈。李登辉总统他比较有国际观，因为他至少他留日又留美哈。那阿扁执政后四年，他不顾李登辉总统的忠告哈，而狼狈执政，并在2008年失去执政权，好，让李登辉很失望。你注意看哦，李登辉那时候提名那个连战选2000年总统，李登辉就故意把宋楚瑜不提名，所以造成他们两个内斗嘛，哈。然后你注意最后一天那个隔天要投票了。李登辉那时候在高雄那个体育场替连战造势，那时候阿扁他是抽中五号，你知道李登辉他怎么？你们要支持连战，他手比五号，好，那所以那个阿扁就当选了哈。其实李登辉有在暗助阿扁，只是阿扁他后来就他做了四年以后，他说我没有连任的压力。2000年他在当选的时候，他就想说我抛弃所有的包袱，不管李登辉的忠告，他就横冲直撞，连美国也顶撞美国。所以你看他有一次他要去中南美洲访问，那2004年，2000年第一次当总统。他去美国访问，不是他路过经过那个美国要去南美洲中南美洲访问，那时候小布希非常给他礼遇，让他的飞机可以直接飞到纽约州，纽约，然后让他可以在纽约跟台侨在饭店见面，可以让他在街上可以跟我们台侨见面。可是后来他就变成Troublemaker 的时候，他又要绕到美国要去中南美洲访问的时候，小布希就故意安排他去阿拉斯加那个安克拉治那边降落，要光个皮皮草。啊，这个就是因为你不听美国的话，你踩了美国的红线，就有这种待遇哈。好，那现在，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中华民国在金门马祖啊，另外一个选择是平潭岛，就以后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不认同台湾民政府的哈，通通去金门马祖还有平潭岛。 OK， 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哈。好，这个就大家都知道了哈，给它跳过去。
就去年我们去日本的靖国神社的哈，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哈。OK， 好，诈骗未必是真相哈。来，我们来看看中华民族，中华民国他骗我们说他是依据开罗宣言，可是真的讲要说是开罗谎言哈。他用这个来说回收台湾的领土哈。这个九月八号签旧金那回，日本放弃台澎。4月28号，在美国的主导下，你注意看了，是在美国的主导下签日华台北合约。好，1971年的10月25日，联合国依2758结文，哦，把蒋介石的代表，哦，从就是他原来是代表中国嘛，可是他把蒋介石的代表踢出联合国，哦，由毛泽东的代表来做那个位置，哦，可是他那时候骗我们说他是汉奸不两立，哦，其实是被人家踢出去的，哦，但是他在台湾的那个报纸他都是说劫来我就走，哦，所以汉奸不两立。那么台北合约在1972年的9月29日中日建交，日本宣布终止失效的台北合约，哦，台北合约就失效了，哦，独派，哦，他努力台湾独立建国已经67年，他不问方向方法，撒错种，一公公啊，公公啊，耕耘啊，他忘记说他的种是撒在别人的土地上，啊，公公啊，捡啊，不问说，啊，所以美国说台独代表战争，这块地要够我的，目前的管理权还是在我美国手上，啊，你要把我这块地拿去哪里？啊，所以台独代表战争是美国会打台独这些人士，啊，就像菲律宾。他们在独立运动的时候，台湾有台独，菲律宾也有非独，那菲律宾的独派也经常去骚扰美军，那美军也是到处去抓他们，那可是因为菲律宾有2000多个大比较大的岛，所以他到处跑，那美军头痛得要命，所以后来他们给他10年的自治期，啊，10年以后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在1946年的7月4号让菲律宾独立。可是你想看看，原来都是美国的那个西班牙割让给美国的2块土地都独立了，一个叫古巴，一个叫菲律宾，他们有比较好吗？没有吗？以前日本时代哈，或者是日本那个刚战后的二次世界刚结束以后，那时候菲律宾来台湾都是高高在上，那时候叫做台湾人称他们叫做旅送客，旅送客就表示说他们都很有钱，都是来这边花钱的大爷，就好比10几年前台湾人去中国叫做台胞，呆胞，哦，是意思是一样，就是我们是有钱的大爷去那边花钱不手软。那菲律宾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还在美国的管控下都还很好，可是等他们自己独立建国以后，他们没有民主的时间不够久，所以他们就像马可斯他们夫妇，哦，伊美代他们夫妇就贪污腐化很严重，所以菲律宾的国力啦，或者是他们那个生产的水平、财务水平都一直降低，哦，降到说他们的劳工要输出，所以他有非劳，哦啊，所以说独立不一定较好，哦，所以咱台湾的独派爱觉醒，哦，包括我也是因为有接触林秘书长林志升，我才慢慢觉醒起来，哦，台湾人要自省，哦，要自己觉悟，而且还要自助，哦，自助而后天助人助，然后我们
真的要在美国军事政府下，由美国指导，我们自己自治，有一个有经验的人来指导我们，让我们台湾人自治啊，练习怎么治理台湾这个我们这个地方，好，或者说我们用国家哈来讲，好像比较大家比较清楚，台湾从来没有自己真正的当主人过，自己领导我们自己的人啊，那这个领导还是要慢慢学习，不可以一下子就哦，跟他讲，其他阿伯硬是特别背哈，哎，下个鼻青脸肿，哦，啊，这个建国五步骤我们再复习一下哈，就是要美国军政府进入台湾，啊，终结国民党的政权，台湾在美国军政府的下面来自治，啊，然后台湾返还日本，依照琉球模式来返还日本，啊，然后要求日本母国的国会来制定分离条款来做法源，那台湾人才可以公投来决定未来，哦，看要跟美国，啊，跟日本母国合并，哦，或者是当一个 commonwealth，哦，就像大英国协这样的，okay，好，这个讲过了，好，这个中心新村现在还 保留着，好，这是省议会，好，这些建筑物留着等着我们台湾民政府成立就可以接收来用，好，那我们台湾民政府看这些广告，有诈骗集团 看广告的吗？好，有没有有诈骗集团看这样广告把人的照片都登上去啊？那这都通缉中吗？啊，应该不太戆的啦哈，啊，这我是比较反讽啊哈。好，这个台湾有两种哈，我等下我嘛等下讲，实质有两种，台湾也有两种哈，一个是政治的台湾哈，这是流亡中华民国政权，他现在只能称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当局他的顶头上司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再上去的顶头上司是美国国务院，啊，再上去是美国总统。那政治的台湾，政治的台湾呢，就是我们台湾民政府，我们的顶头上司是美国台湾军政府，然后美国国防部上面也是美国总统，啊，我们这两个系统不一样，啊，这边的人比较会胡说八道，那我们这边都是依照国际法、战争法、占领法，啊，在做的，啊，因为这是这个政治的台湾，政治就是高明的骗术嘛，好 ，OK， 他可以国务院啊或者美国在台学，他会讲模棱两可的话，好你傻不啊？好，我们来看世界杀人魔的排行，斯大林第一名，差不多杀了7000万人，毛泽东第二名5000万人，蒋介石大概杀2700万人，第三名，希特勒1300万人啊。那你看从这样看谁杀台湾人最多呢，是蒋介石呢，哦，他来了这边最狠，都是杀我们的精英，而且是最有计划的屠杀，哦，好，这个美国要独立他有法国帮忙，那我们台湾人要独立应该也要找国外的势力，哦，OK， 不要单打独斗了，哦，我要这个比较重要，先让大家知道一下，那些永不起立鼓掌的人值得我们台湾人的学习，哦，各位以后是要掌控台湾治安，哦，的精英，哦，这一点你们也要学习，哦，要站在公正的立场，哦，不偏不倚的立场，这些人是军人，这些人不鼓掌，这些是大法官，他们你看很多旁边的人都起立鼓掌，他们还是坐着，好，因为呢他们是美国参谋联席会议的成员，军人不鼓掌是因为他不干政，哦，他要在站在公正的位置上，哦，除了有关军队的事务他才会去干涉，okay，那另外一个就是大法官，他们不会
照演说中的任何内容来鼓掌，这是在听美国总统在演讲哦，好，因为他们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另外一端，司法公正啊，这个精神我们要学习啊。OK， 好，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就先讲到这里啊，以后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共同来演讲，希望大家继续努力，为台湾打出一条光明的路，谢谢。